中国玉溪因山而广袤丰饶，因水而妩媚灵秀。玉溪青花瓷始烧于元末明初，代表着历史上云南陶瓷烧制技艺的杰出水平。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敦厚，纹饰简朴生动，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，因而在中国陶瓷界独树一帜。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不同，玉溪青花瓷以灰白色态居多，釉色白中带灰，深蓝带黑。它带来的独特审美价值和体验，是其他官窑青花瓷器所不可比拟的。珍贵的烧瓷技艺由部分匠人代代坚守，得以延续至今。玉溪瓦窑村的青花瓷烧制技艺传承人们，在传承祖上几代人技艺的同时，一心致力于玉溪青花瓷的创新与发展，将传统的生活陶瓷向生活陶艺的方向转型，不断创新出具有本土特色和当下时代元素的作品。灯光璀璨，夜幕降临，瓦窑村的青花街是人们享受夜生活的首选之地。这个古老的青花瓷烧制基地散发着现代文旅街区的气息，时间与空间在这里重叠，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相辉映出蓬勃的生命力。